我叫冉宁可，我是美国的，就在清华，在清华我是一个计算机系的新生，就是高二的时候开始，美国的高二开始学习中文。我之所以来中国学习，就是因为是因为我可以一边学习中文，一边学计算机科学，我最喜欢的一个学科。所以我尝试过四川的菜，我特别喜欢。到报道的时候，有很多人来我认识你，你是那个冉宁可是吧？就是因为你的头那个你的头发，我就记得你了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